公司的冰箱坏了，我借你冰箱用一下。公司的冰箱坏了，你大老远拿这些东西过来，不得捂坏了呀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大老远的？我猜的呀。你不是猜的，这是你潜意识里头残留的一些记忆。残留的记忆？丫头，你有救了。你比方说，你会下意识的不知不觉的来到我们家，还有你会冥冥之中你觉得我们公司离家里很远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对你来说很刻骨铭心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就是对你这个人没有印象啊。你再好好回忆回忆，想一想，别着急。你东西放好了吗？放好你可以走了。故事不是这样的，情景在先还没有结束，你我之间的对白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你下次要拿东西的时候记得提前通知我一声，我非常的不喜欢不速之客。丫头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我下一步就要拿书过来了，还有什么锅碗瓢盆调味品之类的。哦对了，我要拿着被子上天台去晒。你想起来了没有？时间了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跑步。那你慢慢跑吧。艾薇，你去哪儿啊？逛街啊。哎，我路熟，我陪你吧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可以啊。哎，我很会砍价啊。丫头，你现在失忆了，一个人出去很危险。我陪着你，我可以给你当向导。来，我给你背个包。我喜欢这家。嗯，不错，喜欢就买啊。嗯，服务员，多少钱？这件是1200。哎，这身是小号吗？嗯，是的。那行，你帮我包起来吧。哎，等会儿。1200。哎，我听说咱们这儿 VIP 会员可以打折是吧？嗯，是的，如果您要办卡的话，是可以打95折。95折啊，太少了吧？怎么着也打个85折呀？不行的，我没有这个权利帮您再打折了。95折还可以。咱们刚才路过那家店，我看见有一件衣服跟这差不多，打8折。真打8折？没关系，您可以比较之后再来。这件衣服是我们今年的新款，就算有相似的，也是山寨版，价值不同。哦，那我们再看看。嗯，可以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，走。1234 5。以前办事不爽的招，这回怎么就不灵了呢？你不说你自己很会砍价吗？遭到别人奚落了吧？害得我跟你一块丢。鞋多不合适啊！没事儿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跟你出来逛街，我会有用的。来，穿上。要买这个好不好？好，买什么都行。
穿不上去的长靴，他夏天的买什么长靴？你不好好小气了。你不懂，夏天买靴子才便宜嘛。我这是给你省钱的啊。给我省？嗯。怎么？不愿意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。没关系，那我打个电话找人来买单。不是你等会儿，多大点事儿，咬咬牙不就挺过去了吗？走吧。朋友，拿那么多鞋给我穿呀，还是给你穿呀？是给我们两个人穿。我会慢慢再认识。希望他也能认识我。王磊可真可怜。哎，我上那家看看去了啊。走了。哎。他怎么知道他叫王磊啊？现在有事没事啊？冉静，你先冷静一会儿。路飞他车开得太快，被撞了。开车？他车不是卖了吗？他哪来的车呀？冉静，你没有失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出事那天发生的事情，路飞已经告诉我了。可是我想，那件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，你内心的不安已经积累很久了，对吗？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我好傻，我以为失去我了，他可能就更珍惜我了。乐乐，我真的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了，好像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路飞了。你的心理阴影太重了，其实你是害怕重蹈你妈妈的覆辙。可是冉静，你要知道，爱情这种东西是因人而异的，哪怕你看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失败，也不代表你不会拥有幸福。而且爱情最奇怪的就是，哪怕你知道自己会遍体鳞伤，可是还是会一头栽进去。我永远都不要重复我妈的悲剧，永远都不要。我要的那个人，如果不能做到一心一意、一生一世的对我，我宁愿选择放弃。放弃？我不信。你觉得放弃容易吗？我倒觉得有时候放弃比争取更需要勇气。我想你假装失忆，应该不是为了只是放弃吧？你是害怕和在意你和路飞之间的结局。你不希望他忘记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，对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没有把握去拥有这份感情，因为我总是在患得患失。
我想我这种心态，现在对他对我都已经没有信心了。傻丫头，人家都说患难见真情，你跟路飞之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你们之间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摧毁的。你能骗得了任何人，可是你骗不了自己的心。帮你。